因为澳洲全面封锁的政策，澳洲的人民起来反抗示威，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就是借由这个理由，澳洲政府动用了军队跟警察，要彻底的镇压这些起来反抗政府的澳洲人。政府的警察还有军人对抗议民众发射橡胶子弹以及催泪瓦斯。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画面。They're throwing stuff now, and okay, they're shooting. They're now shooting. They're now shooting people. You can hear the oh my god. This is fucking Australia.当下是没有任何暴力事件的，只是政府说不能聚集、不能抗议而已，就出动了大批的警力来镇压。如果这个画面是来自于什么第三世界国家、阿富汗之类的，左派的人就会说人民要起来，要来推翻这个政府。但是这次发生的是在澳洲，我们政府支持的不是这些人民，而是澳洲的政府以及这些卫生安全的执法人员。或许我们这些右派的人士才是应该要起来反抗政府的一群人。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每个男人最大的烦恼就是送老婆或者送女朋友或者是女儿礼物。这里介绍一个所有女人都爱的一个礼品，而且小巧可爱、安全又健康，就是 Niji Nails 的指甲油。Niji Nails 的指甲油使用的是目前最高规格的 Tan Free 的材质制作的，一般市场上面卖的什么 5 Free、8 Free 至少都要30块一瓶。 Tan Free 的意思就是这个指甲油没有所谓一般的指甲油的有害物质或者是化学物质。 Niji Nails 饱满度又好，而且干得又迅速，颜色丰富，连瓶子看起来都特别高大上。欢迎到 Niji Nails 的网站订购，只要打入 promo code 就可以享有 10% off。男人要担心的事情有非常非常的多，不要让送礼造成夫妻之间不和，送一套品质保证、物超所值的指甲油，让你的老婆开心，让你耳根清净。如果你是一位女性观众，你会爱上这个指甲油，你的小孩也可以使用，爱自己从爱你的指甲开始。现在澳洲有一个 Stay at Home Order 跟 Lockdown 不一样哦，政府是在说待在家跟关在家是不一样的，他们要全国零确诊才可以，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所有的测试，眼不见为净就是唯一零确诊的做法。但是他们不会这么做，这些人会不断的去测试，而且找到方法让这些警察继续压迫人。我们来看看澳洲的政府被问到 Stay at Home Order 跟 Lockdown 有什么不一样，他是怎么说的。Is there a reason why you're not using the word lockdown? Because this essentially is a lockdown. You can use whatever word you like, but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is for me to explain to our citizens who is directly impacted and what our citizens can and can't do. And we are making sure we get that information out. And I just ask everybody to come together and apply it. It's a very proportionate response. We've chosen not to do the stay-at-home orders in a broader area. But as I say, every day we get data, every day we look at situations. If there's a sudden turnaround and there's a massive improvement, well then health will provide us advice accordingly. If the opposite occurs, health will provide us advice accordingly. We always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the health advice. 对，随便你要怎么讲，你要帮我们的行为取什么名字都可以，反正我们就是要万众一心，要合一，乖乖的听话，因为我们是科学，我们是真理。我们可以来看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上一次有一个留言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放弃一点自己的自由的话，大家就都可以得到自由。如果各位看到历史上的话，不管是以前的历史还是近代史，所有的政权绝对都跟宗教有关，一切都非常的简单。这次无神论者是对的，人类的纷争大多都跟宗教信仰有关，所有的政府都有宗教基础。如果你看看阿富汗这样子的地方，他们的
政府的宗教基础就是伊斯兰教，所以说不管他们的政权是怎么样改变的，伊斯兰教会是他们的政府的基础。那西方国家还有美国，我们的基础就是基督教，原本应该是基督教，但是为了达到宗教自由，但是又要万众一心的原因，美国的宗教基础从原本的基督教改成了一个社会宗教。这些不是神，这些是伟人，这些是美国的建国先驱，他们的思想、他们对未来的梦想，我们的宗教是我们美国人都应该要向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华盛顿的国家广场 National Mall 那个地方有一个林肯纪念碑，外形是希腊罗马的神殿的建筑，然后林肯坐在那个地方跟宙斯一样，然后我们会看见就是有一根东西，那个地方华盛顿纪念碑只是纪念一个普通的很棒的一个死人而已，他们的坟墓不会比那些什么埃及的神还要小，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形式，社会形式的一个信仰，我们相信他们这些人的人格特质，他们的美德，他们的道德基础，在美国这个国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相信耶稣，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相信圣经，但是至少要有美国价值。也就是说，这些建国先驱就被人还有历史学家塑造成一个半人半神的一个状态存在着。现在掌权的左派把这些人的铜像雕像全部都拆了，目的就是为了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宗教。现在美国建立的宗教就是比以前的社会宗教还有一个更世俗的宗教，这个宗教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科学。科学有多像宗教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宗教的敬拜团 Kaiser Chief 前几天的演唱会现场。 Have a lot of clean hands and washing them. Let me hear it if you've had the Pfizer vaccine. For fuck's sake. Let me hear it for Moderna. AstraZeneca. Let's hear it for the anti-vaxxers.Oh, unbelievable. This breath. Hands in the air. Yeah, you've got clean hands. I can see. It's good. Yeah, 现在很多人说 Kaiser Chief 要改名变成 Pfizer Chief 了。刚刚那一段，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话，你或许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是什么东西。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基督徒的话，你就知道把手举起来是什么意思。你认罪，你悔改，你了解自己的软弱，你知道你自己的无助，然后你知道你自己的不洁净，然后你请神来洁净你，带领你。佛教也是一样，就什么坐在那边打坐啊，或者什么师父啊，舍利子啊，目的就是要更接近神，更接近你向往的这个信仰。你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而且你要跟这个世界不同，因为你跟你的信仰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刚刚你看到的宗教仪式也是为了洁净，他们的洁净就是洁净他们身体，洁净他们手，这样子就间接的洁净他们的灵跟魂，有点类似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都听过的讲道，就是牧师找三个人上去，然后说哦，你是灵，你是魂，然后你是体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理念让这些科学的信徒才可以这么义正言辞的说其他的人都是错的，其他的信仰都是有问题的，只要跟他们不一样，如果没打疫苗的话，就是肮脏的、有罪的、会害死人的，是不洁净的。听起来很可怕，看起来也很可怕，但是无法避免。人造的社会就一定会需要一个信仰。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真正的无神论。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没有真道或者是真理，真正的信仰就一定会出现那些很奇怪的科学信仰，什么阿努纳奇啊、尼比鲁人啊、新世纪教啊，现在最普遍的就是科学 Science Worship。 就算这些科学定下来的制度真的在杀人，而且鼓励杀人，最新的消息来自于 Uma Thurman 追杀比尔的女主角，她在华盛顿邮报有一篇报道说她反对德州最新的堕胎法案，他就是因为堕胎了才有今天的成功，才有今天成功的机会，他就是因为堕胎了才可以当一个女演员，他就是因为堕胎了才有机会得到成功。 Uma Thurman shared her personal abortion story in an op-ed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ing the Texas abortion law.
I have nothing to gain from this disclosure, and perhaps much to lose, the Pulp Fiction star wrote. Thurman explained that she was accidentally impregnated by a much older man while in her teens. After talking with her parents, Thurman made the decision to have an abortion. We decided as a family that we couldn't go through with the pregnancy and agreed that termination was the right choice. My heart was broken nonetheless. 他在报道里面说，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很痛苦的回忆。他现在51岁了，是三个小孩的妈妈，他感到骄傲而且值得。他说堕胎是他做过最困难的决定，直到现在他都觉得很难过，但是因为堕胎他才可以享受爱情还有现在的经历，舍弃了那个胎儿，让他变成一个更称职的更好的妈妈。这是一篇支持堕胎的文章，我觉得每个想要堕胎的女孩都可以看一下，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Uma Thurman 她为什么会难过，她为什么到现在都还在难过，为什么是她做过最困难的决定。答案就是因为她杀了自己的孩子。很多女人做过这样子的事情，特别是年轻的女生，如果你跟这个 Uma Thurman 一样15岁的话，然后你全家都在说你这个孩子不能生下来，你没有能力当这个妈妈，整个文化都在教导你怎么杀死自己的小孩的话，但是你自己是知道的，最真实的你是知道的，他是你的小孩，他是一个生命，特别是现代的文化没有神，并不相信救赎，堕胎这个行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伤害。堕胎是不是孩童献祭，可以从这一段里面看出来。 The abortion I had as a teenager was the hardest decision of my life, one that caused me anguish and that saddened me even now, but it was the path to the life full of joy and love that I have experienced. Choosing not to keep that early pregnancy allowed me to grow up and become the mother I wanted and needed to be.失去一个心肝宝贝的东西，把一个重要的生命放弃，你会很难过，很伤心，会留下一个，永远留下一个伤疤，但是你可以享受人生，让你的人生变得更丰富，帮助你成长，而变成你想要的人，例如一个好莱坞的黄金雕像，把自己的小孩献祭给黄金雕像，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犹太教跟基督教、天主教是第一个出来说不要再这么做了，不可以再这么做。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献祭孩童的时候，为了黄金雕像，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有一个信仰，你要的是真的信仰，一个注重道德、美德、正义的信仰。听起来有点蠢，什么红海啊，什么十戒啊，然后一个人为了你什么上十字架啊，还是你要一个更奇怪的信仰，你要拜的宗教是 Dr. Fauci， 你的敬拜团的目的是要打疫苗，然后你改变你人生的方式是杀死自己的小孩。记得人造的社会一定会有一个信仰，你要信的是哪一种信仰。我们的社会会一直不断的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自大，太自以为是，我们认为全世界是因为我们而转动的。自大就是撒旦堕落的原因，也是巴比伦最终堕落的原因。自大是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甚至摧毁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一个社会的系统，如果被一个自大的人领导的话，社会就会停止进步。他会花绝大多数的时间注视着自己，就像13名海军陆战队的遗体被送回美国，他却跟这些军人的父母在那边说，我也死过小孩啊，我知道啊，你们还 OK 啦。或者是他的儿子天天在那边吸毒然后嫖妓，还有脸把自己的画卖50万。一个国家掌权的人是要看顾大局的，但是我们很少的人做得到，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叫做 Main Character Syndrome， 主角症候群，有点类似像女生特有的公主病，不同的是男人女人都会得，然后症状是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你可以用自大这两个字来形容或解释这个症状，但是不太一样，他们不但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而且他们还可以把自己周围的世界童话故事化。这个疾病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公立教育，
我们的老师不只认为他们的想法独特，他们还认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他们的人生是你的小孩应该要学习的对象。你以为你的小孩在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英文啊、数学啊、理化啊之类的，但是不是的。教导他们的老师认为学生应该要学习的应该是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性取向，他们这些老师才是你的小孩的生活教育的主角。Can be reasonably assured that you are safe being out on your campus, then do it. Before coming out as non-binary, I would come out to my students every October on National Coming Out Day. I would use that as an opportunity for my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receive somebody coming out to them in case that had never happened to them before. We used it as a way to talk to each other about empathy, about connection, about trust. It ended up being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hat I had with my students every single year. So think about what you would have needed when you were in high school or middle school or whatever grade you're teaching. For some students,Just the knowledge that a queer adult exists within their world is hugely impactful.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do anything other than be visible for these students to feel safer and more accepted and more at home when they're on campus. It does so much for students who don't have that in other places in their lives. For that reason, my classroom is one of the gayest places probably on the planet. Everything is completely covered in rainbows. I've got flags everywhere. I've got queer literature because I want every student that I have to know that being queer is something that I am proud of, something that is not a secret in my life. It's something that I care about and something that connects me to other people. I'll end by saying that for me, being visibly queer is a non-negotiable.I introduced myself this year with my pronouns immediately.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students learned about me. 这些人享受这些镁光灯，享受这些被注意的目光。刚刚这个人，他每一年都在这么做。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整个班级都变成他的信徒。他的教室就是他自己个人崇拜的宗教，只差一些什么和尚在那边敲木鱼啊，然后讲一些没人听得懂的东西。每天在他的教室里，对他的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可以崇拜他的机会，崇拜他的性取向的机会。他也不觉得让这些小孩崇拜这些，或者是逼这些小孩，这些他班上的学生崇拜他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个世界应该是要为他而旋转的。所以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比他更重要呢？接下来这个影片是来自于一个老师，他在他带领的小学六年级的班级上出来说他是同性恋。你听得没有错，这些人认为你的六年级的小孩知道他喜欢跟谁上床很重要，他们老师的性生活对你的小孩来说很重要，所以他一定要让你的小孩知道。 So I just came out to my students. I've been wanting to do this for the past 2 years. Sorry, I'm like so emotional. And I just haven't had the courage to do it out of fear of just judgment, mostly from their parents. But I had these kids in fourth grade and now I have them in sixth and I'm sending them to middle school and I love these kids so much and I trust them and they make me feel safe and I know they love me and it just felt right and I did it and it was so beautiful. They had so many questions, which I loved. They wanted to learn and they wanted to learn about me and they were so eager and a few of them clapped, which was so precious. 很感人吗？很感人吗？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非常真实的，充满着情绪的一个短片。但是他还可以有时间去那边剪辑，然后找背景音乐。你在那边听到他说 they make me feel safe.他们让我感到很安全，这是一个成人，一个老师在说他的安全感来自于这些11岁的小孩。然后他说 They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me， 他们想要学习更多关于我的事情。或许他们有兴趣，或许他们被逼着有兴趣。各位做父母的可以去想一下，我们送小孩去学校是要来学习他们老师的私生活吗？对这些老师来讲，答案是 yes。 还有什么事情是比我更重要的？讲到我这个人，还有什么事情是比我的私生活、比我的性生活更重要的？
他们这些人用自己的性生活来诠释他们整个人，同时认为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他们而转的，意思就是全世界都跟他们的性生活有关系。这种想法促成了这种人更病态。当我们有更多这个样子的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系统就会变得更病态。这就是为什么出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好骄傲的，只是纯粹的自大自满，而且病态而已，并不勇敢，并没有任何的勇气。同性恋是一个心理的疾病，变性人是一个心理的疾病，没有必要要鼓励他们这个样子的行为。感谢大家收看，接下来请一起来看看看留言吧。好，第一个留言来自于苏妹义，伊苏妹。Yeah. 如果你们英文够硬，希望你们开一个英文的频道。我们开中文频道就是因为中文讲这方面的基本没有，但是英文的太多了。对，那我们的新闻来源呢基本上都是从英文来的，然后什么 Right Side Broadcast、 Daily Wire 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开始找新闻，然后放在我们这个里面，然后很多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之类的。所以说I would love to have an English channel. I think my English is okay. But is it necessary? Not really. 因为太多了，如果讲英文的人，他们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去看右派的这些频道，但是在中文里面，尤其是基督徒群体，你会发现大家会去看一些阴谋论的频道，会去看一些邪教的频道，但是基督教在这方面没有从一个比较公正的角度，或者是从圣经的价值观去给大家讲这些东西的频道，但是英文真的选择很多，所以我们主要是服务华人朋友，就是语言方面的优先，所以来做这个。那未来如果说这个公司可以成长成什么样的话，是 maybe maybe。对，如果我们要是公司成长大了，我们可以开13个语种啊。对啊，我在这边想要加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个牧师，就是说哦，为什么基督徒现在都是去看什么邪教的新闻频道？答案就是因为基督徒什么都没做，掌握了教会的资源，这边就是因为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关系，所以说什么都不敢做，正确的东西全部都被扭曲成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价值观。耶稣的爱被弄成哦，律法不重要。This is wrong. Something's wrong with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here,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ommunity.对，所以如果要是大家想支持正确的价值观，如果大家也觉得说基督教的确应该出来一个以圣经作为价值观，然后去看分析现在时事的这个东西，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络，也欢迎各大教会资助我们，因为教会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做，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是做得非常匮乏，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做这方面没有得到说特别多的帮助，然后很多人觉得说哦不在意啊不在乎啊，但是你真正的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说哦为什么大家都跑去看大纪元，因为他们的确是花了很多的精力，他们花了很多的人，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还有很多的钱去建造这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是以邪教为主也好，或者以反共为主也好，他们是去花时间去建造这样一个团队一个网站，但是基督教群体里面没有人做这个事情。是，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如果要是有一个大量的资源供大家去阅读，你首先要有人，要有钱，要有时间，要有人去愿意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把这个公司给慢慢的成长起来，帮助我们把这个平台，希望以后不光是一个自媒体的平台，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提供给很多人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是报纸也好，网站也好，等等等的这些，我们基督教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我们不光是说报教会新闻，哪个哪个教会受洗多少人，哪个哪个牧师这一次被按摩等等，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从圣经来的这样 insight 去看现在政治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群体非常需要的。Yeah. 好，来第二个这个评论哈，这个朋友说，哎呀，真为这些警察担心，不会被非法移民打吧？现在需要来些黑妹警察最好。警察都有被那个非法移民给咬哈，人类打架一下恢复到了最原始的状态。这个朋友就说来些黑妹警察最好。我们可以从过去这几年的新闻里面看到，其实他们这个肤色只是他们的一个牌而已，他们没有真的很 care 肤色。你说 Black Lives Matter 那些人，他们不 care 肤色，他们 care 吗？他们 care 的只是其实里面只是一个政治理念的关系，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对啊，就是左派右派。你如果要是一个黑人右派，你还是个白人至上。对啊， Black face of white supremacist。你光那个拜登他那个选举的时候，就是 If you're not gonna vote for me, then
You ain't black. Black. Like, what is that? 对，就是、你直接用投不投你来宣判这个人的种族。对 ，That's stupid。对啊，就你不投我，你就不是黑人。Yeah. 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在那个明尼阿波利斯，当时那个 BLM 爆发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警察出来说了一句公正的话，他们是警察局的局长吧，嗯、还是什么的？黑人呢？直接当天下午就被开除了、yeah. 所以他根本就是不在意你是不是黑人，黑人抓黑人，只要你这个警察在做对的事情，他们照样。警察对左派来讲才是最重要的。你说如果说今天真的 defund the police， 为什么今天右派的人没有拿枪上街来保护他们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跟 92 riot 一样，那群韩国人在那个地方守护他们的家园这个样子、嗯、然后黑人过来的话他们来一个啪，就是因为警察还在，如果今天警察在这边保护的东西反而是他们那群人 OK， 如果今天没有警察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大家更不想看到，但是或许会觉得很正义。是陈伟华说的，假如美国肯定转向共产主义，违背开国先父的宪法，那么上帝的信徒就不应该害怕内战，牺牲自己拯救美国。Yeah, 这个其实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义的想法哈、嗯、就感觉说这个不应该害怕内战，然后要牺牲自己拯救美国，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那个小说非常激励人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要是真的去看这些事情，就是你不会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嗯、没有人会希望这样血流成河的事情发生。对，然后而且这个不仅仅是说哦，我牺牲了自己我就能拯救美国，很多时候这种东西都是白打的，就是你牺牲了自己，人死了就是白死了。对，帮你弄一杯黄花岗72烈士、嗯、然后呢就没了，你就是死了、嗯、什么都没有。而且我觉得革命这个东西啊、嗯、听起来很热血是很棒，然后感觉好像就是啊我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对，然后我们要革命，我们要推翻，然后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正义的政权，然后我们要推翻这个邪恶的政权，很多都是这样的想法开始的。但是通常革命之后就会有一个更压迫的一个政权，是、嗯、然后只是你用你不同的名义然后不同的想法然后去压迫人家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只是要回归宪法，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人，回归只要回归到宪法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和平。那这个方式就是你理我，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们互不干涉就好。那现在你如果说一定要在吹鼓这种什么革命的这个风气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有这个样子的做法。而且这个是 Q 告诉大家的，那个时候就一直说哦，那个要打仗了，然后要内战了，要怎么怎么样。No， 这个是一个宣扬暴力的方式，而且这种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这种暴力也不会发生，这只是让你听起来说哦很嗨很热血，然后我们要那个大军压境，然后那个坦克把那人全部抓出来杀头。No， 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能做的更热血的事情，但是其实听起来好像非常枯燥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要去一个一个的改变所有人的价值观，而且告诉他们，让他们不看我们的节目，不看任何节目，他们看到一个事情，他们就会从神的这样的方向去分析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去做最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比你所有的革命然后暴动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因为你不管推翻哪一个政权，你再上来一个政权，人还是这个样子，一样的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结果。如果你不回归，你在美国你不回归宪法，不回归圣经，就是一样的结果，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个人而已。Yeah, 最主要就是要脱离一个受害者的一个 角度来看自己。是，像说如果说今天的话，我们这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哦，我们好像正义的人然后被压迫然后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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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这个样子想，我们真的就是要出去，我们就算被压迫的话我们也要更出去去做这些事情，这就是因为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这也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么你如果说觉得被压迫我就要反抗我就要打的话，你就会变成那个压迫者。好，那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神奇传播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好看的然后非常有聪明智慧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动画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方式。好，那我是弗利夏，我是伊森，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在火龙果宇航科技公司的科研室，周董、方博士正在研判新开发的动力波宇航推进器的研发进度。哎，方博士啊，照您这样分析，我们这次重大突破应该很快就可以进行实验了。董事长，是的，我估计在3个月内我们就可以完成各部分的组装，进入实体试验了。若试验成功了，这下可要举世震惊了。哦，对了，方博士，你看这部举世首创的重力波推进器是咱们宇航科技用了3年多的精心杰作，所以啊，万事都有因。您言下之意是你们信上帝的说万物都是被上帝创造的，那么我请问你，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因为万事都有因啊。哎呀，董事长，您这问题有点刁钻，看看您是否同意我以下的看法。按照定义 by definition 来说，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统管者，如果他居然是被其他某位创造的话，那么原先以为的这位就绝对不是上帝了，我们反倒要去认识这位创造他的是谁，其他的就以此类推。这点我同意，但以此类推又会推到哪呢？这就好比一辆火车有好几十节车厢，每一个车厢都被前一个车厢带动，我们从最后的往前推论，一直推一直推，当推到第二节车厢的时候，就发现第二节车厢是被火车头所带动，而火车头丝毫不靠其他的东西来拖动，因为它就是整个火车动力的源头，它带动所有完全主动，火车头就是火车动力的第一因。所以你们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就是那宇宙的第一因？正是如此，上帝就是那使万有产生的第一因。这个嘛，我要好好的想一想。